师，您在哪一年被派到华裔执教？我在1970年，在华裔。那么您是不是一直教到您退休为止呢？我在华裔一直教到我退休，那么一直到2000年，我离开华裔。那就差不多执教了30年左右。请问老师，在华裔这么多年，30年，你对华裔有什么感想？我当初啊，我在华裔的时候，我们华裔的学生啊，是全部都是全新加坡里面最优秀的那些华校生，是这样啊，是这样尊重的人，和老师相当亲密。很听话，骂的话也是静静。那时候的那些学生呢，他们对于学校的观念是很重的。我希望现在我们的学生呢，对于学校也有这种想法。请问老师，校友会刚刚成立，您对校友会有什么期望？校友会啊，真正的话是对学校的贡献是很大的。现在的校友会啊，应该是啊老中青全部那些学生都有，因为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想法。我希望那些毕业的学生啊都能够去参加校友会啊，那么对学校啊呈现出他们的爱校精神。